2020年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成团啦，我们成为了硬糖少女303。2020年对我来说就是棒棒。2020年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勇敢，2020年其实带给我最多的应该是成长。2020年我的关键词就是不服输。2020年我的词就是平安。2020对我的关键词就是坚持。2020年的关键词就是新的依靠。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们的《Bombom Girls》和《硬要赢》的一个串烧，串烧版，对。串烧版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然后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呢，可以平安喜乐，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合家团圆，平平安安。新的一年，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，朝着自己梦想的方向更进一步。祝大家明年身体健康，很祝福，然后开开心心。那新的一年呢，祝大家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，祝大家开开心心，幸福快乐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